香啊！哇，好热吧？对不起，吓到你了，吓到你了，好温暖哦，晒太阳啊，好可爱啊。早安。我的爱人们，我今天要煮牛肉，来了，牛腱心，准备卤一锅牛腱。还记得我们炖肉的口诀吗？冷水下锅，然后加入葱姜跟米酒。米酒我平常不会加这么多，但是它快没了。然后中火给它煮滚，煮到肉变白白的。趁这个水滚的时间来削萝卜，萝卜有点小。再来煮个奶油白菜。这奶油白菜是那一天去菜市场买的，煮到一半发现应该会不够，所以就再买了一把青江菜。让他们兄妹可以团聚，真的长得很像。花椰菜菜心也把它卤掉，里面有一点点变黄了。这个袋子我要让它一辈子捍卫花椰菜。等到这一锅变成这样，上面很多肉肉的泡沫，你可以把肉的泡沫捞掉，然后直接煮。不想要味道这么重的话，就是把肉夹起来，把水重新换一锅。每一种肉都可以这样弄，排骨啊、牛肉啊、羊肉啊都可以这样做。我今天不想要切洋葱煮了，直接放高汤块，丢一个卤包，月桂叶。卤包里面应该已经有月桂叶，但是月桂叶太多了，用不完。米酒也来一点，加酱油，大爆满，谢谢。我发现我的菇发霉了，就是这个菇很好吃，然后我就舍不得吃，我每次都掰一点点来吃，结果它发霉了。哇！这包花椰菜米正面跟反面都长得很像，反面我先吃花椰菜米炒饭，真的很像饭。感觉我好像买到了摩多里这个盗版的砧板，因为跟之前用的差很多，特别切都会有白白的痕迹，然后这个翘翘的地方
一直下不去，烦。重点是我也没有买很便宜，我只是想说我想要买单独的，应该要放冷一点再来切，但是现在要吃饭，还 OK。好香啊！哇，好软。看看，有点肉，羞羞羞羞。哇哦！我觉得这个菜是不是得给它铺平就好？这样子的话，完成了。这个是佩佩的，这个是我的。完成了今天的餐盘，吃饭！哇！我今天的配菜非常的满意，真太好吃了吧！赶快先拍照，我要先开动了。好了好了，啊，不是，太好吃了，好软哦！我的天哪，我真的很棒棒的。真的超棒！你有没有想好水？我刚好喝。嗯，我觉得可能加点肉汁。肉汁儿，你要来点肉汁儿吗？嗯。嘿嘿嘿，我真的好喜欢卤牛肉哦！我真的好爱吃你的卤牛肉。我的可爱小圆把它放在这里，增加我的画面。还有放 MC。嗯 ，MC。哈。哈什么 ？Hot dog。吃饭。你吃那个什么？花生冰淇淋。哦，那超好吃的。花生冰淇淋。Hot dog。香菜。我要问大家，比较喜欢看我们安静的吃饭，还是比较喜欢看我们碎碎念呢？你猜会怎样？大家会想看啰里啰嗦的。真的吗？要讲那么多话吗？会不会大家觉得很吵？粮食，干贝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干贝。我不知道，我就吃其他的冷冻干贝，我都不喜欢。虾子，第一次买的鲑鱼排。哎呀，长这样，每一包是80克左右，小小的，不是很大。讲讲这个超级好吃的椒麻里鸡肉，我记得它停产很久，但最近呢大家都买到。蔬菜的部分，花椰菜、小白菜、四季豆乳。贝比生菜跟芦笋，还有一包这个小红萝卜，红萝卜娃娃开心果，有我的营养师给我的坚果颗数呢是开心果可以吃最多，然后我就每天一直碎念说，我一定要买开心果，我一定要买开心果，哎，刚好就遇到了。炸一下，这个应该是开袋就可以吃了。
不撒盐吗？好了，晚餐就是看起来有点苦难的蔬菜，还有一点点的花枝虾子，然后忍不住拿了两个小番茄，配这个好事多的烤鸡腿。我本来是想要吃烤全鸡，但是卖场里面就有一个人一直在那里翻烤全鸡，翻了快十分钟，就不太敢拿，觉得有点恐怖。哇，好香啊！想我要吃这个饭，还是要吃番薯嘞？我决定要退冰直接吃，因为上次气炸之后觉得好恶心，很像在拜拜还是什么的。OK， 今天就这样子喽。我又买了厨具，买了摩多里的新的盘，算是锅子吧。这个我又补货了一个，之前不可以单买，然后现在可以单买，而且价格还蛮便宜的，再买一个。今天这是我最近买的第二批，我就把我之前的砧板再换新的，因为也用了两年了吧，太喜欢他们家的砧板。这个是烤盘，哇，好大的烤盘！这是一个牛排盘，然后因为它的官网上面呢写，就是它有把它当成盘子用，我就忍不住，我买了两个，就是可以这样子，对吗？煎牛排，要的，我好喜欢哦。但是买两个好像有点太冲动了，就是因为我喜欢吃热热上桌的食物，如果这个盘子呢是煮一些牛排啊炒面啊，就可以把它当成铁板的概念直接上桌，然后陶瓷又很保温，它可以微微的这样收纳。这个买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，这个是纯白托盘，托盘我买托盘吗？哇，这盘子超漂亮的，是一个陶瓷盘，它有附一个铁架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放上去，比如说你炸一些猪排需要沥油的就可以放上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小锅子，这个很小，而且它很刚好可以卡在我的瓦斯炉上面，不用再多垫一个板子。然后跟这个是同一个系列，只是它是新出的，没有在那个锅子套组里面，就两个。我就买回来，这个超好用的，就做一些酱汁啊，还是比较小分量的汤就超好用，喜欢。我今天要去运动，我超赞。因为要控制食欲，但是不能控制我的购物欲，所以我就买了超多粉呢。我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，这个看起来辣辣的，应该是什么烟熏 BBQ 牛排粉，然后这两罐好大罐哦，这个是。烤鸡的粉，感觉像牛奥良，有点期待。然后这个也是牛排粉，但你们看它里面的颗粒超大颗的。然后还买了日本的好吃粉，我真的疯掉疯掉。然后我们之前不是一起泡盐水泡那个洛梨吗？超有用，我今天吃了一些些，然后给你们看它真的一点都不黑。因为我放了两天，放蛮久的。你们有没有这个地方泡到盐水的，跟刚切完的真的是一模一样了，吃起来也不会很奇怪，没有什么咸味。吃不完的洛梨，大家可以这样子保存。疯狂的吞口水，味道太香了。我决定把鸡腿留着。腿排撕一撕，肚子不小心发酸了，快是进入一个放空的状态，好无聊，太完美了，鸡丝，然后鸡腿。每次看到这一大锅，还是觉得很可怕。
在的厨房就是有这个困扰，很亮。怎么这样子？现在组装成这样，就一种很神秘的感觉。啊哈哈哈！醉了，先这样子吧。就是，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会吃太多了。现在呢？哇！不小心放太多东西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可以放多一点，然后开心。超多东西，海豆海豆，煮这么多东西的坏处就是很容易冷掉。哇，好满足哦！运动后的第一口肉，一坐下来有一种快睡着的感觉。好好吃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，很怕掉下去。嗯。好，进来一点。兔子。叉子完全插不进去。哇、哦。好累，要大累。不会啊，有种洋芋片的，没有。想说这个声音很洋芋片。真的是多利多姿，我开始欺骗自己。多利多姿，有什么绿绿的东西是很好吃的？没有。终于要来吃面包了！哇，你好羞怯哦，羞怯。太好吃了。嗯，我今天做汉堡排，买了打好的绞肉。啊，好烦哦！为什么里面还有一个包装？我真的觉得，如果有看到这影片的话，
希望你们可以减少一下包装的用量，真的太多。然后这样拿出来一片，然后我里面还要再去拆掉一个袋子。这里还加了一块姜，其实我不记得这是什么粉，应该是太白粉、玉米粉之类的。我来，要来打了。我这一次第一次用搅拌机打，用应该是用这个头吧。哇，太快了！已经打出黏黏的感觉了。我上次鸡肉丸子应该用这个打的。重量稍微分一下，这样比较好控制分量。OK， 那我就先从这个开始好。啊，好可爱。这很像在玩那个泥巴，泥巴做成的球，就有这个感觉。但是最近的汉堡排好像流行捏的长一点，捏两个长长的。你看我才刚用哎，鳕鱼干的，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汉堡排会这么油，我想要气炸，把油沥掉多一点，但是应该会非常的好吃。这个是我的走中奖奖杯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。好像是开什么酒。我得的是生活风格奖，鼓励。它是一只脚，因为它是走中奖，所以是一只脚。准备的牛肉还有好事多的椒麻鸡肉。今天要做多一点，因为明天没有空。米酒，我也想炒一个大黄瓜，我没有炒过，这应该也是要削皮吧？你们再跟我说一下要不要削皮。哦，好香哦，有一种哈密瓜的错觉。
我是无情的白菜杀手。关掉。我现在的战略就是，我先把蔬菜煮好。我炒到一半发现，我这个马铃薯这样子炒，好像跟我气炸的是差不多的意思。这个便当就完成了，是比较简易的组合便当。今天的晚餐跟明天的便当还是有一点熟练。要煮这么多蔬菜，那不是你的饭，那你的把猪旁边怎么会泰哥泰哥的开动？哇，好香啊！啊，我还是觉得很挫折。嗯，可以吗？非常可以，非常可以。嗯，哦，饭炒的可以。哇、哦。好吃哦，好吃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好好吃哦！我可以只吃肉就好吗？当然不行。哦，真的好好吃哦，这有一种鸡排的感觉。嗯。